这个章节呢，我们来延续上一次呢，哈，我们跟各位介绍的重级的部分。好，那我们的重级的部分呢，我们已经先呢让各位呢在上一次已经把我们的新增角色里面的功能，哈，各位已经把容错一整重级把它打勾安装了，哦，两台机器都安装了，所以说你可以在我们的工具里面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容错移转重级管理员，哦，这边可以点一下打开看看。另外一边呢也有一台。对，这一台也是一样有容错移转管理员。那你有这一个管理员，表示呢你的容错哦移转的重级的功能，它有写哦，已经写在你的这个作业系统里面，就在里面可以读到这个功能的。那这个系统里面呢，哦，你就透过这个管理员，然后呢能够去做管理它。那我们要做这个动作之前啊，哦，我们现在是不是把这个软体给装起来了？哦，那你准备要去使用它。那你在做当中只要有一台来使用就可以了，不用两台，好，不用两台，只要一台就可以了，好，所以呢你自己可以随便选一台，好像我现在选一台这样就可以了。那当然呢这边做好了，另外一边也就可以用了，哦，就可以用了。好，这个检查完毕之后，我先把这个管理员缩小之后呢，好，我们再继续让来检查一下呢。我们上次呢，好，要记得我们的重级的第一个要件，当然我们的虚拟机还没做，对不对？但是呢里面呢你要去做什么，我们的电脑管理要去检查一下两台两边的机器里面的磁碟是不是都能够同时抓得到。好，那抓得到呢，只要看得到就是抓得到了，这样知道吧？你不一定要连线，那连线的时候呢是告诉你说你要去测试说两边的连线都要同样的磁碟代号，这是我们跟各位讲的好一个原则。好，当然这是不强迫的，是原则。你只要呢能哦，你只要的观念正确，能力够，对不对？你不同代号都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建议各位呢，把两台机器都设同代号。那这个代号呢，我很快再让各位呢，哦，复习一下，就是说，这是 Q， 这边连起来也是 Q， 所以呢，两台同时间一台在连，哦，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这边呢，按右键选离线，对不对？这边呢，按右键选连线，有没有？这是 Q， 这也是 Q， 这样是不是 OK 了？对不对？好，这边是 KR， 这边也要是 R， 所以这边 R 呢，我要把这边按右键选离线，看到吧？移到右边这一台呢，按右键选连线，都要是 R。好，这样代表呢这两颗磁碟在两台机器。那你说我有三台实体机呢，四台实体机呢？我跟你讲，请各位也这样做，这样知道吧？好，去确保你每一个磁碟，当它移转到另外一台机器的时候呢，它的代号是一样的。好，这个部分。哦，虽然不是必须要的，但是我个人在使用当中，哦，这是一个经验台，非常重要。哦，当你机器断线的时候呢，当你的磁碟离开的时候呢，哦，我们可以后面找个时间来测试给你看。好，这边呢，我们把它关起来，表示 OK 了。那我们就来点选我们的容错移转重级管理员。那各位呢，把它开到放到最大。好，我们呢直接两台之间接选一台机器。哦，当然。首要条件前面我们都已经做完了，就是我们加入 AD 啊，DNS 就弄好了，对不对？那我们的磁碟都连线了，这些呢已经都条件都已经具备了。那我们呢现在开启容错移转管理员，我们呢可以看到这边有几个验证设定，还有什么建立重启。好，那这边呢各位来看一下呢，今天呢我们是空的机器，现在是空的机器。所以说呢，你可以看到我，你这个你们不用动，你只要看我这边就可以了。我们都有教过各位的叫虚拟交换器，对不对？啊，虚拟交换器，那虚拟交换器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虚拟交换器外部让人家来连，也可以做内部，对不对？但是呢，你看一下我现在呢是不是都没有半个？因为我们是刚开始，这样知道吧？但是你呢在练习当中，因为我们你来这边上课，所以跟你讲比较特性，你就比较不会紧张。当你如果出去的话，你忘了，那你就会紧张了，哦，或者你不知道。那目前呢，我们没有任何的网路，所以呢，它会去侦测网路的连线。好，哦，那我现在呢，从这里我建一个内部给各位看，哦，那你们的要不要建，都可以，知道吧？哦，我建个一二三，这个名称记得。好，这个内部呢，它能不能对外？不能，所以这里会产生一张网卡，就是假的网卡。对不对？这张网卡呢，就会发现说呢，哦，当你在建立重级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个错误，这张网卡，对不对？哦，虚拟内部的虚拟交易就会产生一张网卡，那我们这边又没有做共用，所以它出不去，对不对？所以呢，它会出现说这张网卡有问题，
严重的问题，因为呢，他希望你的重启里面呢，他在设定当中希望你的网络呢都要能够通。那你有这张网卡，你要注意哦，有问题可能会影响你的重启的建立。但是呢，我们这一张能通 ，OK。哦，那这个问题叫已知的问题，懂意思吧？哦，已知人有就不用太紧张。那现在是怕的是你不知道这是已知问题，以为它是真的有问题，要了解吗？好，那这个部分我用一个装一个哈、哦，这一个在这边给各位看。好，之后呢，我们来回到我们的容错移转重启这边。好，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里有一个验证设定。好、哦，我们来点一下验证设定之后呢，我们就提早休息一下。好、哦，那让它跑一下。好，验证设定之后呢，来按一下下一步。好，这个地方各位注意一下哈、哦。那当然，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加入网域的时候呢，你要按一下浏览，就能够找到你的伺服器的浏览，我们的网域的一个清单。但是呢，现在你看一下验证伺服器里面，点一下。这里呢，按浏览就被关掉了。哦，这个呢也是在我们的实体机里面，有没有？然后呢，要做这个功能设的一个 bug。哦，但是呢，它不是，它我们已经解决掉了。好，各位呢，点到这边来，各位呢，把你这两台机器的电脑名称、网域名称输入进去。好、哦，那你看我点这边来看一下，这一台机器叫什么 ？C00-Server01， 是这一台 Server01-02。是不是 C00WDA.com.tw， 对不对？所以呢，你在这里用输入的，好 C00-Server01 啊、哦，用点，我用 C00WDA.com.tw。正常来讲，哦，它不用这样做，用浏览就可以去寻找了，这样知道意思吧？好、哦，那这个是因为我们这样的环境的关系，哦，它才会产生这个问题。那、啊、好了，是按下验证下来。好，如果 DNS 呢检查没有问题，这就对了，就下来，下得下来，这样知道吧？如果检查有问题就下不来。哦，那我刚刚应该做什么？哦，用复制的，所以不小心忘了。哦，要再重打一遍。来，啊？如果能浏览的能浏览就是你的刚好没问题。哎、欸，大部分都有问题。好，这边呢，哈、哦，一样，把你这个网址有没有？第一台跟第二台网址呢，把它呢输入之后按一下新增。啊、哦，当然有的同学说可以，可以是最好的，这是正常的。啊、哦，那不行的，对不对？那你说为什么可以？哎，一样哈、哦，我们都忘记了，对不对？很多时候不联络了。啊、哦，好，新增下来。好，好。那不可以浏览的也是正常的。哦，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的问题，哎，可以按浏览的也是正常的。好，选完了之后呢，按一下下一步。这个就让你选择呢，你要哪几台机器要来做哈、哦、我们的重启。如果有三台就选三台。好，下一步。好，这里呢它有一些测试哦。那如果你是进阶者，当然你可以不用测试，因为你刚刚那些条件你都准备好了。好，那我刚刚呢特地准备了一个错误。对不对？哦，所以呢，当然错误你要去直接做也没有问题。好、哦，那这边呢，我们各位你第一次做，我们要来检查一下，看看会有哪些的问题，然后让你看一下一些报告。好，这里按一下执行所有的测试。好、哦，好，下一步。好，这里呢就是它一些测试，这样知道吧？啊、哦，这边测试在这里，就你看它很多东西要测试。哦 ，Hyper-V 啊，然后呢这些处理资源这些种种哈、哦，都要测试。好，按一下下一步。好，就开始帮你做测试。哦，那测试呢完了之后，就出现一个哦报告啊、哦，报告就是我们的一个 IE 用浏览器开起来的报告。好、哦，那你看他们有一个验证状态，有没有看到？对不对？啊、哦，那直接验证状态就是 server 一、server 二都会去做。那这里呢，当然通过不通过，你这里也不用太认真看了。哦，等一下呢会有一个报告给你看。好，我就等它跑完之后哈、哦，我们再来继续看。好，我这边快要测试完毕了哈，来，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我这边。那各位的呢哈，你就先看你自己的。那等一下我这边呢，哦，测试完我们的报告呢，给各位看一下。当然，有的时候同学你的里面是没有问题的，就 OK。那这个问题如果是已知可以解决的，不是问题的，那当然也不用理它。哦，那我们等一下呢再看一下。
好，你看一下我这边呢，看到一下这边，好，刚刚有一个红色出来，说有七个错误，对不对？好，这边都成功，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失败，对不对？我不要从这里来看，你看到它是网络资源集区与虚拟交换器相容性，对不对？好，那其他成功，那这边呢，各位这个打勾立即使用经过的验证来建议前，这个不要打勾，知道吧？哦，这里千万不要勾，对不对？哦，那当然没有问题，你要勾是 OK， 但我们现在在练习，你不要做，我们等一下会让你重建哈、哦。好，按一下检视报告。好，看一下我们的浏览器呢，好、哦，这边呢就按一下建议使用就好了，或不建议使用都可以。那这个因为我们 浏览器放在 IE 呢，在我们的设备里面，它有安全性的问题，对不对？好、哦，所以呢你就要把它新增一下，新增进来。好，这边。好，这里呢，你可以就可以去看一下这里名称，成功成功成功警告，那警告有没有关系？警告就没有关系，知道不知道吧？哦，警告只是说有一点问题而已，但是并不是说错误。好、哦，那你要自己小心一点。来看一下这边失败的，我们来看一下 Hyper-V 的设定失败。好、哦，那底下你看看这边哈、哦，我们就不用一个一个看了，你就看最大类别里面。好 ，Hyper-V 里面呢，其他都成功，里面有一个什么验证 Hyper-V 这边的时候错误，我再点进去，好，那你就可以看到它告诉你什么，这边呢，你看 Server 1有一个 123， Server 2没有 123， 对不对？但是123出去呢，它找不到遗失了，有没有？至少要两个可以连，那我们的 Server 如果有 123， 一样会拼不到，这样知道意思吧？哦，因为他们是在内部网络的虚拟 IP， 懂是吧？哦，所以说呢，这是正常现象，了解吧？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个是什么，属于123是属于我们的内部的虚拟交换器，它产生出来的网卡。好，那它跑到这边来之后，你就知道这个是错误的。那如果没有做的同学，就不会有这个错误。哦，那你看其他是正常的，那就没有问题。所以调到这边来，哦，就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接受的。哦，我们就回到上一页了，就没有了，知道不知道？那来看一下这个警告，哦，警告里面呢？这里有个警告，哦，它验证呢我们的这个201跟202，哦，这些验证里面，哦，它的设定一透过节点，哦，好，它告诉你警告呢，你这只有一个单一节点，对不对？当你这个单一节点断掉了，是不是你的网路就坏掉了？它希望你能够有两张网卡，这样了解吧？哦，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什么已知的警告，但是警告不代表不行，懂意思吗？哦，警告代表说可能，哦，从级内单一失败点，对不对？这个路径可能是从级内的单一失败点，如果今天坏掉就不见了，哦，所以你要自己注意一下哦。好，只是警告你一下而已，那其他都正常 ，OK， 那就 OK 了。好，那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这样的一个，哦，我这样的一个从级呢，基本上呢，我们的失败这个部分呢，是属于我们已知的错误，对不对？好，那我们的警告的部分呢，是属于也是已知的警告，哦，就不会有，我们可以直接呢去做一个重级的新增。好，这个呢我就可以把它关掉起来。好，这里来讲，我们还是不要从这边来做，哦，我们一样把它关掉起来，完成。好，建立重级这边呢，各位呢可以点选建立重级，哦，那建立重级这边点一下它。好，有个地方哦，因为我们这个是跟 storage 有关系。好，哦，所以说呢，各位呢，我们建议各位哈，哦，当然啊，哦，下一步，这个地方一样跟刚刚一样，哦，一样要自己呢把手动输入进去。好，我按下 Server 一，哦，刚刚有偷偷的 copy 下来。二，好，这个动作都一样，啊，哦，我现在呢听到这边在等各位一下，这里就是呢我们前面有讲的，你是不是要再多一个叫你的重级名称？跟你的 IP， 好，哦，这个我们在上次就有讲哦，是不是要多准备一组，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来把它找出来。好，上次呢，我们有一个第十点，准备一个你的 IP 跟你的重级名称，那这个重级名称用你的座号加上 cluster， 好，这个部分第十点，对不对？我们上次呢是这个做到这边，有没有？这次呢，好，哦，最后一个，好，那只是刚刚呢，好，哦，有一些呢，我们有的 IP 的在做的时候哈。哦，在选择电脑的时候呢，要用新增的方式自己打输入进去的。好，这里呢，我们来做什么呢？我们去把我们的重级名称输入进去，00。好，这是一个重级名称，
就是你的虫体。那虫体呢，也是一台电脑，哦，它透过这一台电脑呢，让这两台 server 1跟 server 2能够连在一起。所以你自己呢，不要去设错了哈，哦，这台是 server 01，哦，这边是 IP 201，这台202。那呢，我们的 AD， 好，哦，看一下。204，哦，所以呢，我可以设一个203。哦，IP 自己不要去冲突到了哦，这个地方。好，我自己设一个203。按这个 IP 设错怎么办？哦，就只能撤掉重启，再重新加一次。设一个 IP？ 没有，自己独立的，不能跟人家重复到。哦，我这个设了一，它的 IP 呢，各位可以看到，我是201，这台202，对不对？我 DNS 是不是在204？所以呢，我 cluster 就设203。好，这个部分就是一台电脑。那这一个电脑名称就是虫体名称，跟这个 IP 呢就会记录在我们的 DNS server 下面。好，哦，它会自动帮我们记录下去。好的，同学按一下下一步，有个地方呢，我停在那里，好，哦，给各位看一下。好，这个地方，正常来讲，这个地方呢我们会打勾。知道吧？但是呢，我们进阶的使用者呢，哈，我们管理者呢，我们呢，有时候不会把它打勾，因为呢，你打勾的话，全部加进来，知道是吧？哦，就说呢，它的加是加什么？这两台 server 1跟 server 2只要同时能够连上线的 storage 的磁碟，它都把它加进来到虫体里面。但是有一些你不想加进来，它就帮你加进来。哦，所以呢，我们要建议各位，如果说你自己知道，对不对？如果像我们现在在设定是空的，从头开始的，对不对？所以这两台机器呢，这两个磁碟都要加，那只有两个而已，那你要打勾是 OK 的，这样懂是吧？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哈，练习的时候呢，各位不要打勾，哦，不要打勾，不要打勾呢，它在建立的时候比较快一点，哦，比较快一点。那这个呢，因为我们 storage 大家同时去连，有时候在侦测的时候比较慢，好，哦，这时候呢，请各位不要勾，好不好？好了之后呢，你就按一下下一步。对不对？就开始建立重启，记得哦，刚刚那个不要勾哦，哦，不要等一下忘记喽。好，建立重启完，这里就会出现我们的重启名称，这样我们就可以先下课了。好，我等一下跑完的时候呢，哦，我再离开，我这样跑完就很快喽。好，哦，记得磁碟不要勾哦，我再讲一遍哦。好，按下完成。好，各位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cluster 的名称就跑出来了。对不对？节点就有两个。好，这个呢看到了，我们再到另外一台机器再来看一下，容错一等重启。哦，画面还给各位哦，稍等一下。这边有没有看到？这边呢一样可以抓到两台，对不对？好，那我们的安装部分呢，我们先介绍到这边。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再针对后面几个项目呢，再跟各位简单的说明一下。